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期视频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两款免冲洗产品，运活光萃 Omega 5高效精华和全能精露。另外，这款高效精华里面富含砂浆成分，可以保护头发免受紫外线的照射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防 UV。同时，这款高效精华可以预防热力造型温度高达230度。另外，这款产品在使用的时候，如果是中偏细软发质，是可以把产品从发中喷到发尾；如果是粗硬发质，是可以把这款产品喷到头皮到发尾。同样，这款产品也可以作为一种保湿喷雾，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，就可以任意的喷在干发上。下面这个是全能精露，它是油状质地，里面同样含有了是有机石榴籽油、有机椰子油还有芒果汁。这浓缩混合油可以为干性发质提供保湿和光泽，也是有不同的使用方法。第一种使用方法是在洗发前使用，我们可以滴2到3滴的精油，然后均匀的涂抹到头皮到发尾，然后按摩大概1到2分钟之后，然后再用洗发水和护发素清洁头皮和头发就可以了。然后第二种的使用方法就是作为免冲洗产品使用，在擦干的头发上也是同样滴2到3滴，然后从头发的发根或者是头发的发中涂到发尾之后，然后再做造型。第三种用法就是可以作为一种睡眠护理，它就适合用在干燥的头发上，可以从头皮按摩到发尾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洗掉就可以了。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其实这两款产品我们可以搭配使用，在吹发前我们可以使用这款高效精华保护头发，吹干之后再使用这款全能精露，然后保湿和滋养。这些就是尔必达运活光萃系列的所有产品，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